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服侍朕一天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皇上不睡，做奴婢的哪能睡？皇上。 朕命你现在马上睡觉，否则就罚你睡觉。皇兄真的要立你为妃啊？ 我现在心里乱得很，这有什么乱的？答应啊！你喜不喜欢我皇兄？那不就得了？忠于你的心，接受我皇兄对你的爱吧。可是我觉得对不起皇后。昭雪，容嬷嬷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你是沈昭雪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 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对不起你自己。可是还是有些担心。担心什么？你说，万一哪天皇上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嗨，这事儿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放心吧。 皇上请微臣来，只是为了饮酒吗？对啊，朕嫌一个人吃的烦闷，就想找你们来陪朕喝两杯。那臣就不客气了。想不到于爱卿倒是个爽快人。皇上让臣吃，臣就吃；皇上吩咐臣做什么，臣自然要做。 那你知道朕要做什么吗？于爱卿，臣不知道皇上要做什么，但是皇上只要有吩咐，臣定当肝脑涂地。 以报皇恩，好，朕先干为敬。